范冰冰哗众取宠，锅盖盖到头上真个性，明星微博人注意真是够了。一眼被吸引的依旧是范冰冰，能把五欧年前的雷锋帽穿出时尚感的只有范冰冰了。没有浓妆艳抹，哪来所谓的气场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补雷补巴修？范冰冰确实漂亮，但这搭配我表示欣赏不了。说实话，这顶帽子穿在明星身上就是另类，有个性，引领时尚前沿。如果穿在我们普通人身上就土八路了。这帽子真的挺夸张，一般人难驾驭。